国联邦人会告诉你，让你拥有一个人间最好的中高等或者很高的财富的拥有啊和享受的权利，但不允许任何人你把别人当成财富奴隶，或你被当成财富奴隶，这才是我的追求。像银行，全世界现在天上飘着乌压压的钱，跟云彩一样，去哪都不知道。有只有咱们手有今天，未来咱的系统，你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洗钱储。啊，那咋让洗钱储放在这个钱100年的保证你安全，保证你钱不动，是在多方监管下，随时可以调动，随时可以换成数字黄金币，随时可以变成黄金，是吧？而且你要付利息，这才叫洗钱储，是吧？走着看，没人这么做。凡是任何银行你存进去的钱，他给你拿做投资了，他都是不安全的，只是哪一天而已。行不倒有人偷你的，没人偷行不倒国倒了，行不倒没人偷国不倒，战争来了你也没了。所以钱花出去是你的，不花你放在银行里边的，不是啊，人到天堂钱在银行，是因为你钱在银行，人必须去天堂啊，咱们未来就干的事情就是让人类上所有你的密码和控制的权利无影支付，天上所有你的钱放进去，不需要任何人，你报告给任何人，这是很愚蠢。你有多少钱为什么报告给人别人呢？是吧？完全是区块链化，你放在那儿没有人知道，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放在我们这儿就有绝对的安全感，永远不会有人动，随时可流通，随时100%的有黄金保值，数字黄金保值和在银行里的现金可以拿走。